国语有声善书，义赤拱恒堂善书，三界采证灵修，昊天紫寿灵修院，主祝仙佛为哪吒三太子。第十回一殿访谈名作业，南天哪吒三太子降，盛世著书赐福化隐，可灵体出窍出发。请问恩师，今夜是否欲往冥府访游？然也，不过今夜仅只到一殿拜访秦广王，以概略了解宝调作业。如此弟子明白。一路上穿越阴阳界三叉线，往九幽黄泉路而行。恩师啊，游天界与游地府这种心境可是冬天饮凉水点滴在心头，感触特深。有何感触呢？游天界是一片祥和瑞霭，到处可见光华闪耀以及宝相庄严的仙佛，而游地府触目惊心，一片凄惨，只见阴风林火惨绿暗淡，没来由的心头一阵紧缩。怎么会有这种心境呢？以前游地府是否也是如此？不会啊，此次才有这种突兀的感觉。那是你潜意识的转换适应，因为以前著书之同时，你已知道要到地府，心里较可适应。如今先游天界，再游地府，刹那转换，心理适应因素吧。或许如此，但弟子总觉得忐忑不安。那就要注意了。好了，已过阴阳界，到达冥府第一殿，收憨心神，好好请教冥王。是。只见眼前一殿楼有三重，左右厢房曲回相连，绵亘一片，不知繁几。门口两班鬼卒各有六位，一股肃然之气油然而生。当中立有一位文士装扮者，年约四旬上下，白面无须，远远已拱手而来。吾乃一殿文判，奉主公之命前来接驾，请随吾进殿。有劳，烦请引路。一行三人进入大殿，此即为审理罪魂之公堂，所见到也无传说中之阴森炼狱。转进右边厢房，来到另座高楼前。此乃本殿客室，请先师及主住正銮进内，主公已恭候多时。有劳，吾徒可要准备见礼。进入客室，只见宽敞客室之中有无数小几，每几具有蒲团四位，正中处乃有大桌及交椅，此时正有一殿冥王端坐其间，左右各有侍童鼓励。吾徒上前见礼。弟子叩见一殿冥王。不敢不敢，贤师徒奉旨著书驾立冥府，本殿已接知会，故乃在此招待，请贤师徒不弃简陋，请就坐。冥王礼遇与师徒感恩不尽，只因著书所需，有烦贵殿加以配合，理当如此。此位即是列徒，乃奉旨著书之正銮，上请冥王赐教。好说好说，永比大明本殿早有所闻，念年来身在銮门弘扬圣教，推行大道，功绩甚著也。有何问题尽管明言，本殿全力配合。弟子汗颜，不敢当冥王如此过奖。今夜著书弟子请问本堂昊天紫寿灵修院之叩求宝调流程是如何？当本殿接获贵堂官主席具属宝调本殿亡魂之时，即刻交由文判做下明缉司处理，审定其魂功过及明罚年限，加以记录，转移功过司，就其所回向之功德依据天律明定抵消明罚之标准，加以记录，由文判做成档案，由吾批注，再知会贵堂。是才冥王云及本殿亡魂，则其意乃非为一殿所管，则须转至其余各殿。然也，因本殿属明玉第一官，故凡有书文具由本殿处理。那平民区、听经所，甚至聚善所，以及王死成的宝调，亦是一并由贵殿先行处理。不尽然，王死成乃另有隶属，故宝调之事，贵堂主席直接与其文职主宰协办，不必转到本殿。而聚善所乃仙班储训团，亦非冥府所管辖，故已直接与其主宰协办。而平民区、听经所就归由本殿办理，再转会其主司借送。多谢冥王开示，所谓借送，是否本堂主席官恩师所提示之某年某月某日移交本堂之事，而其不同，各殿之亡魂是统由贵殿借送，或是各殿自行为之？乃为各殿自行为之。故贵堂所交接冥府之亡魂，具由昊天紫寿灵修院出面办理，再将冥籍副本交由贵堂。原来如此，莫怪恩师开示均未知冥府定于，以作表示而已。这样看来，整个流程仍然必须包括本堂众恩师的办理程序。那倒不必，就像各殿虽都有接受办理保调的案例，但作业均有相同，而由一殿即可各殿具明了。况且贵堂仅只具属及负责配合昊天紫寿灵修院的执行而已。原来如此，非常感谢冥王不吝指教，弟子下期当妥善整理再来请教。如此甚好，本殿可做提示，如受保调亡魂之作业期限以及迁籍，更至其作业之现场参观，以及天律所赋予名律而方便亡魂之有力受保调等等，而可逐一访游。
弟子明白，而且弟子准备承寇恩师近期中受保调而未移往本堂之前，先做了解，如此是否可行？这个应是可行。弟子感恩，今夜想就此结束。也好，无就不送贤师徒了，不敢当叨劳了，于师徒就此告退。师徒离开冥府，一路回堂。已回到堂中，无徒灵体投窍，无回。弟子恭送恩师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